因为根据卫生署的推估，台湾需要长期照顾的失能人口大约有70万人，其中65%是依赖家属为主要的照顾者，他们多半为女性，平均照顾长达10年以上。而当他们舍弃生活，换取亲人生命延续的时候，他们更需要政府的援助。接下来的单元，带你看两位辛苦而坚强的女性。他们内心的压力，还有无法说出口的心酸。睡的卢妈妈站在2公尺旁的病床旁。微驼的身形显得格外娇小，望着病榻上的卢爷爷，深锁的眉宇间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。姥姥，哎，吃完再睡觉啊，不要皱眉头，吃完了，很好，好了，我也要休息一下了，我也累，你也累了，我动不动了。然后常常肩膀痛啊、腰痛啊、膝盖痛啊，这样子，我自己情形也是不是很好。家中有人卧床，一个人辛苦就好，不愿意拖累子女，每天重复翻身拍痰、喂食、复健，24小时的照顾压力，已经让卢妈妈喘不过气。不甚灵光的脑袋，还得盘算钱从哪里来，又往何处去。他的罐头要吃的。吃着2540，两箱。我们写的很乱了，像我们上个月就花了5万多块钱，只有这个病人有，我自己也没钱照顾我自己了，钱花在他身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。不吃安眠药睡不着。就自从他中风，八九个月了。走进2平大的房间，病床上躺的是身形孱弱、骨架细小的曾先生。多次的中风，全身瘫痪，身上系着细长的鼻胃管和导尿管。和人交谈只能靠嘴角、眼球转动，或用声音大小表达喜怒哀乐。规个拢淡的，淡的。啊，尿湿了！我买了一套这个，那个很费力耶，那个真的是要2个人哎，因为我一个有时候不小心尿袋掉了，全身湿了，像早上。我一个都没办法，我都还要叫我们家女儿，我们家女儿又爬不起来，因为太早了又爬不起来，我要叫我弟弟，就帮忙弄啊，嘿，要2个人才有办法弄。生前失能的公公，瘫痪在床的丈夫，还有3位子女，夹处其中的曾太太是典型的三明治世代，扛着照顾2代的重责，家庭照顾2头烧。曾太太每天反复着倒带般的生活轨道，寸步难离10平大小的空间，转眼过了14年。我搞到挡不牢，我去买一个菜，他回来跌倒在这边，肋骨断4根。喂药的时候没有弄很散，就阻塞了。那我就很紧张，会哭啊，因为阻塞住了，那不怎么办？又叫救护车。有一阵子我是晚上是没办法睡觉的，我先生会叫我起来的。你又不能凶他，因为他中风，他是半身不遂的，他叫我起来，他念我，那我还边打瞌睡边让他念。那我也想说啊，算了，我也不要活了好了。可是又看看我先生，那我死了，我先生怎么办？我会这样想啊，可能我比较，人家说啊。人哦，一死白了都看不到，可是我觉得他会很可怜哎。家属他其实是一种无偿的劳动，他为了这个家庭奉献，然后照顾了，譬如说照顾长辈10年。当政府
把照顾负担丢给某一个个人，不管那个是家属或是外劳的时候，而不给他任何资源跟协助，没有咨询专线，没有一些到府的关心访视辅导支持的训练等等，如果没有这些资源的挹注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是崩溃的。现在好像都没有哎，还要我们自己，有时候我们也拍谁啊，等下打别人外去搞麻烦，真的那是很丢脸的，这是一个未知哎，嘿，我觉得人撑多少就撑多少吧，嘿，是一个未知。可是，我也会有时候也会想，哎，突然有一天我先生他是这样，有一天我先生如果就这么走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一二三，你跟他讲，不是我要让伊躺平的，因为刚刚都一直躺，所以你不要拉，你不要拉我来拉就好，好。八月盛夏的午后，雷阵雨应声而下，居服员黄妈妈仍准时来到曾家，进行每周五天，每天两小时的居家服务。今天才换的。因公诶，病人这个比较好，我们要换床单啊，就因为我先生住院期间他有褥疮，所以一定要这样翻过来，一个翻过来，一个擦药，嘿，那还要换东西。其实说实在，他们真的帮很大忙，洗澡啊什么，对我来讲是真的。在一开始的时候是40%，自己要负担40%。那现在他是说要改成30%，但是30%也还是对很多的这个家庭来讲，也是一个相当高的这个服务啊。那另外就是说，提供的这个服务的点也不够啊。那所以有需要，譬如说我今天事实上也要有些日间的照顾，那事实上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我方便的地方去。给这个生长者做这个日间的服务。我们一般工作的话是一个礼拜休两天嘛，那家庭照顾者呢，一个礼拜7天，而且是24小时哦。我们只要求一天的休息而已哦。好，我们家属说不够啦，一天不够。台湾人口老化速度世界名列前茅，长照制度起跑得慢，不想迎头赶上，还干脆停下脚步休息，造成家属苦撑外劳补位。你会担心你老了之后没有人照顾你？会，非常会，因为我觉得，就像有些人说啊，本来这是应该是我们做的，可是有时候你会想一想说，我以后怎么办？我就会想到，哦，今天他由我照顾，以后我生病谁照顾我呢？儿女又不在家，我倒下来死了也没人知道。阿辉啊，亲戚，你等来了，吃饱没啊？妈的，我不想讲了，我吃饱了，我吃饱了。胃气掉了，你吃饱没？失智的老妈妈不是在跟儿子玩你问我答的游戏，是她真的记不得说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。奶奶，你又尿尿了。老妈妈不像从前健康硬朗，开始病了，痴呆了。最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，这份亲情却要轮流给。第一个礼拜天我来照顾，你照顾第二个，你照顾第三个，这样轮流公平吗？这里住135，那里住246，最后还被送进安养院。别以为这只是电影情节，这有可能是你我未来即将面对的老人真实困。我爬
走，我不跟他走，他我以为他们走，我关心你。前年年底，84岁的王姓老翁因为不忍79岁的妻子重病缠身，用铁锤和螺丝起子钉死妻子。平时就对婆婆施暴，还觉得她活着只会连累家人。10号的中午，她趁婆婆睡觉，竟然擅自决定结束她的生命。还有在高雄发生媳妇不堪长期照顾瘫痪婆婆的负荷，身心俱疲而痛下杀机。这些残酷又心酸的人间悲剧，却也点出台湾缺乏完善的长期照顾隐忧。